当光头强学会了搭配和美颜，这颜值你给打几分？首先给他戴上毛茸茸的帽子，这帽子不会是用熊二的毛毛做成的吧？手上拿着他的小玩具，猜猜这是啥玩具？我敢说，99%的人看到这个玩具都害怕，因为有个电影跟这个玩具有关。你知道是哪个电影吗？光头强学会了美颜，大眼瘦脸加磨皮，玩的简直不要太溜呀！看看这大眼睛，好像还戴了美瞳，这拍照姿势是跟谁学的？别说，看着还挺不错的。你最常用的拍照姿势是什么呢？让我猜一猜，是不是双手比耶？哈哈，被我猜对了吧？你们表情包的第二个表情就是你现在的心情，你们是什么呢？我的是这个，西瓜 play 投票又开始啦，大家一起加油，一定要记得，投完别忘了抽奖，听说没有空奖哦，就是只要抽就会中，加油加油，长按点赞3秒，评论弹幕都可以获得票数，每人每天最多可以获得35票，票数当天会清零，一定要及时用完，上不上分不要紧，主要是抽奖，哈哈。哎呀呀，光头强要打扮好了，稍加修饰，你准备好了吗？今天